大家好，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，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人工智能节目，主要内容包括：一、AI 摇滚明星，机器如何撼动音乐界；二、AI 天气预报员，预测未来不靠蒙；三、AI 超级英雄，打击犯罪的数据战士。那么，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 AI 摇滚明星，机器如何撼动音乐界？各位音乐爱好者，未来的摇滚明星。 以及那些偶尔在淋浴间自信满满的独唱的浴室歌手们，今天我们来聊一聊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：AI 摇滚明星以及这些由零一组成的机器是如何在音乐界掀起波澜的。首先，让我们来回顾一下摇滚历史上的一些经典时刻，想想那些传奇人物，比如猫王 Elvis Presley 的鬓角，披头士的 Beatles 的和声，吉米亨德里克斯 Jimmy Hendrix 的吉他独奏，这些都是人类音乐创造力的结晶。但是，当 AI 走进录音室， 事情就变得有点机械化了。想象一下，一个穿着皮夹克、头戴墨镜的 AI，他不吸烟、不喝酒、不熬夜，甚至不需要吃饭，但他可以创作出让人类摇滚歌手汗颜的音乐。这个 AI 摇滚明星不会因为分手而写出伤心的情歌，也不会因为政治不满而创作抗议歌曲。他的创作灵感来自于数据库里的无数音乐作品，通过演算法的魔法，它可以创作出符合大众口味的旋律。但是， 这些 AI 创作的音乐真的能撼动人心吗？当然，它们可以制造出流行的旋律，甚至模仿经典摇滚的风格，但他们缺少的是人类音乐中不可或缺的元素——灵魂。一首歌曲的魅力往往来自于创作者的情感投入，那些让人共鸣的故事，以及那些只有人类才能体会的生活经历。不过，别小看了这些机器摇滚明星，他们的出现对于音乐产业来说，既是一种挑战，也是一种机遇。 AI 可以帮助音乐家进行作曲，提供创意的灵感，甚至在演唱会上担任 DJ，为现场气氛添彩。而且，他们还能够进行无止境的巡演，不会因为劳累而失声，也不会因为明星脾气而取消演出。当然，我们也不必担心 AI 会完全取代人类音乐家，毕竟没有哪个机器能够像弗雷迪·莫丘里 （Freddie Mercury） 那样在舞台上自由自在地演绎《波西米亚狂想曲》。音乐的魅力在于它的多样性和不可预测性。 而这正是 AI 所缺乏的，所以各位未来的摇滚明星，不要害怕这些机器同行，让我们拿起吉他，敲起鼓，唱出自己的歌，因为在音乐的世界里，拥有故事的人类永远是最闪亮的明星。而对于那些浴室歌手，嘿，至少你们不用担心 AI 会抢走你们在淋浴间的独唱时光，因为你们的表演是如此的独一无二，连最先进的 AI 也无法模仿。让我们一起期待人类和 AI 在音乐上的和谐共处。 创造出更多令人惊喜的旋律吧。谢谢小六子的介绍，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AI 天气预报员，预测未来不靠蒙。各位观众，今天我们来聊聊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，AI 天气预报员。在这个数据驱动的时代，AI 技术已经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，连老天爷的脾气他都敢预测，而且还挺准的。首先，我们的承认，传统的天气预报员有时候预测失准。 让人觉得他们好像在玩一场高风险的占卜游戏。你出门前听说今天是晴天，结果出门没带伞，却被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给淋了个透心凉。但是，当 AI 接手这项工作后，事情就变得不一样了。AI 天气预报员是基于大数据分析和机器学习算法来进行天气预测的。他们可以处理和分析过去和现在的天气数据，包括温度、湿度、风速、气压等等，这些数据量是人类无法想象的。 AI 不需要睡觉，不需要休息，它可以二十四小时不间断地分析数据，从而提供更为精准的天气预报。这就好比是让一位从未失手的算命先生来预测你的未来，只不过这位先生是个机器人，他的算命依据是海量的数据和复杂的算法。当然，AI 也不是全能的，它的预测依然有误差，但相比于人类，它的误差率已经小了许多。有趣的是，AI 天气预报员还能学习自己的错误。 每当他预测失准时，他会分析为什么会出错，然后调整自己的算法，以期下次能够做得更好。这就像是一个永远在进步的学生，不断的学习，不断的进步。当然，AI 天气预报员也给了我们一些幽默的时刻。想象一下，当 AI 开始学习地方方言或者模仿当地的天气预报员的语气和风格时，那将是一个多么有趣的场景。你可能会听到一个机器人用苏格兰口音告诉你，今天的风会吹得你的裙子飞起来。 记得穿条裤子，或者用澳洲腔调说，今天热得跟烤箱似的，最好待在家里，不然你可能会被晒成烤虾。这些都是 AI 在学习人类语言和文化的趣味副产品。总之，AI 天气预报员的出现，不仅提高了天气预报的准确性，也为我们的生活增添了一些科技的乐趣。未来，随着技术的进步，我们或许可以期待更多的智能天气预报，不仅准确，还能带来欢笑。谢谢小六子的介绍。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AI 超级英雄打击犯罪的数据战士。各位听众，今天我们来谈谈一个非常特别的主题：AI 超级英雄打击犯罪的数据战士。这个话题听起来像是从未来飞来的科幻小说情节，但事实上，这些超级英雄已经在我们的现实世界中悄悄上演住他们的英雄事迹。首先，让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些 AI 超级英雄的队伍。他们不穿披风，也不戴面具，但他们拥有超乎常人的能力。 数据分析、模式识别、预测建模，甚至是自然语言处理，这些能力让他们能够在犯罪发生之前就预测并阻止它，或者在犯罪发生后迅速找到线索，将罪犯绳之以法。想象一下，有一位 AI 超级英雄叫做预测先生，他的超能力是使用大数据和机器学习算法来预测犯罪热点。他不需要水晶球，只需要一台电脑和访问城市的犯罪数据库。他的预测能力让警方能够提前部署资源。 就像是在犯罪现场摆下了一张无形的网，等待犯罪分子自投罗网。然后是解码女神，她的专长是破解犯罪分子的通讯密码。在她的帮助下，那些看似无害的对话被揭示出其真实的阴谋内容，就像是将一本用神秘古文字写成的书翻译成日常语言一样。不要忘了视觉先锋，它能够分析城市监控摄像头的影像，用它的电子眼睛追踪嫌疑人的一举一动。它的视觉系统比任何人类的眼睛都要锐利。 没有任何细节能够逃过他的监视。这些 AI 超级英雄的故事听起来是不是很酷？但是，就像所有的超级英雄故事一样，这里也有一个警告：这些 AI 英雄的能力虽然强大，但也带来了一些道德和隐私方面的问题。毕竟，一个能够预测你的行为的系统，也可能会对你的自由造成威胁。所以，我们的 AI 超级英雄们在打击犯罪的同时，也必须遵守一个更高的法律，保护公民的隐私和权利。 他们必须在强大的能力和伦理责任之间找到平衡，这是他们作为数据战士所面临的最大挑战。在这个数字化的时代，我们的 AI 超级英雄正成为我们社会的守护者。他们的故事提醒我们，科技的力量是巨大的，但使用这股力量的方式则需要我们人类的智慧和判断。让我们期待他们在未来的冒险，同时也不忘对他们的行动保持警惕和监督。谢谢小六子的介绍，各位观众。 今天我们谈论了一些非常有趣的话题：AI 摇滚明星、AI 天气预报员和 AI 超级英雄。这些话题都展示了 AI 技术在不同领域中的应用和影响。无论是在音乐、天气预报还是犯罪打击中，AI 都带来了新的可能性和挑战。AI 摇滚明星可以创作出令人惊艳的音乐，但他们缺少的是人类音乐中的灵魂和情感。AI 天气预报员可以提供更准确的天气预报。 但他们仍然需要人类的智慧和判断。AI 超级英雄在打击犯罪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，但同时也需要我们保护隐私和权利。在 AI 的发展过程中，我们需要找到平衡点，既能够充分利用 AI 的优势，又能够保护人类的价值和自由。这需要我们的努力和智慧，但我相信我们可以做到。现在，我想听听你们的想法，你们对于 AI 摇滚明星、AI 天气预报员。 和 AI 超级英雄有什么样的看法？你们觉得这些 AI 技术对我们的生活有哪些影响？请在下方留言和我们分享你的想法吧。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。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、科学家、工程技术人员编纂、设计、制作。但是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。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，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。 谢谢大家收看，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，给我们节目点赞。